可以怎么着？是刚才一个形象下捋，再一个这叫平捋，是吧？你比你往上走，这就往上捋，是吧？到了上头，你再往前走，你看，比如说到你还这叫一个这个前捋，凡是捋都是让人家进出来，顺着那人的进延长。但是呢，到我们发展到我们这一派呢，就不做这些东西。您这么一来，这就叫捋，是吧？这不叫捋，你看是从肘这儿它不动，但是等出去之后这种挤它就不一样了，它那一捋一挤，一想肘得想这肘这挤，看看到这肘再到这肘，看出来了吧？落空了吧？有这种概念，是吧？那么说真正打挤，这肘一来，是吧？看这种，是吧？它是这种概念。这时候NBA的进来的长，看到这个概念，是不是扛呀？你这鞋不如我这鞋好。